好，欢迎收看我们这家 TV 秀。从日本回来已经一段时间了，大家是不是觉得应该来一点不一样的？今天就是一个特别企划，因为有一个问题在我心中已经摆了非常非常久。最近一两年啊，外送啊非常非常的流行，像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 Uber E， 以及到现在一直在打广告的 Foodpanda， 也因为这样的平台啊，除了让我们的生活机能更方便之外，重点是它也创造了很大的商机，让很多很多的年轻人赚到很多钱。像我最近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有一个年轻人还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业，每个月竟然高达5-6万，哎，哇，超多的吧？那既然这么好赚的话，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一个疑问，是到底有多少人在从事这样的行业？今天我就是要来做个实验，来看看真的有没有这么多人来做这份工作，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力来应付这么庞大的市场需求？如何测试呢？我想了一个好方法，那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内，我找了15个店家，都各点上一份餐点，来测试看看会有15个外送员来帮我送餐，还是最后只有一个服务人员跑了15家店家之后，再一起帮我送过来呢？我们来测试看看吧。好，我现在人在车上，网友们一定觉得很奇怪吧？不是要做实测，怎么在车上呢？发现我家好像太偏僻了， Foodpanda 竟然没有送，哎，那 Uber E 有，但是它可以送的餐厅呢，只有几间而已，所以我只好来到这个地方。等一下呢，我就在这车上点上15家不同的餐点，然后来实测看看我们所说的到底会有几个服务人员来帮我外送餐点呢？我来点一个港式的，猪肠粉好像不错，加一。哦，有了这个。朋友们，我告诉你，如果当你想要吃炸鸡的时候，我个人真的是首推屈肯叔叔，在台中就它是最强的炸鸡，而且还有很多隐藏版的点心类，我真的觉得赞到一个不行。好，我现在先来点。炸鸡要吃辣的才好吃。无法订购，为什么？为什么无法订购？好，再一次。无法订购，处理你预约时发生错误。为什么不能订购啊？我刚刚点了一个，然后现在无法连续点第二个，为什么？它出现这个就是无法订购，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如果知道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它是没有办法连续点吗？你的餐点还没来之前没办法点吗？那我将要怎么测试啊？我就没有办法同时点15家。好，让我想一下，想个方法来解决一下吧。好，在这边呢，首先先跟网友们真诚的道歉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一点点的小插曲，所以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测试了。但如果网友们如果知道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还是觉得很纳闷，为什么没有办法点一份餐点之后连续点呢？我不能吃2家餐厅吗？要等他送来我才能再点下一道？那么多时间，还是边接手一餐做点餐，是有点不能行吗？好，没有关系，那因为这关系呢，我们的企划稍微改变一下，改成就是介绍我个人私房的口袋名单给大家了。哎，我丑话先说在前头，要不是真的出了这一点点的 trouble， 我真的不会把我的口袋名单介绍给大家了，因为只要一播出去啊，排队的人就更多了，对吧？首先，我的第一道就是号称台中最邪恶的卤肉饭。这卤到软烂够味的猪脚肉，配上这米香四溢的饭粒，哇！半夜看到真的是会气死人啊！我的口袋名单第一位，卤肉饭便当。大家会想，卤肉饭便当有什么好稀奇的？这并不是一般的卤肉饭哦，这是猪脚便当店里面的卤肉饭。它的那个卤汁啊，是用猪脚那个控啊，一直控控控控控。千年卤汁，哇，淋上这个满满的，看，好好吃哦，
我现在嘴巴就是满满的胶质，然后那个肉啊不会太肥，吃进去就是整个直接化掉。重点是它旁边这一块我已经认不出它，已经空到认不出它是一个豆腐的豆腐。它吸了这超多的汤汁，你能说它不好吃吗？超赞！重点这个便当才60块，大份之外你还可以加汤汁，还有加饭。第二道要介绍的也是很角色，炸得酥酥香香的浓郁布朗尼，勾搭上这完美曲线的性感脆片。吃过这两个家伙，你们肯定中毒又上瘾啊！口袋名单之二 ，Chicken 叔叔，我相信很多网友应该已经知道，他炸鸡超好吃之外呢，重点我更是推荐他们的点心类。第一个就是这个酥脆的薯片，哦，这薯片来的，吃过一次之后，你会完全海放超商的洋芋片，听听看。超酥脆的，它的后劲会有很浓的那个马铃薯的洋芋香味。它的点心啊，真的是算有点隐藏版的。好，接下来呢，我第二个推荐就是它的这个布朗尼，炸布朗尼。哎，大家听到布朗尼会觉得就是甜吧？这个布朗尼，告诉你，它是现炸的，然后炸过之后，它外面啊呈现出就是酥酥脆脆，然后里面就是那个巧克力酱汁全部一直留在你的口中，但是又不会过甜到让你觉得吃的会很腻，好吃，小朋友也会超爱。最后这一道就是最失常，美味程度就连台湾首富都难以忘怀啊！酷乐夏季解暑必吃。最后一个口袋名单就是这个酥妈妈汤圆，真正要好吃就是这个养生汤圆，大家可以看得到吗？这满满的薏仁跟红豆，这已经是煮到那个软烂了，所以它所有精华都在这里面，加上它这样子满满的碎冰，还有纯手工的汤圆，这绝对不能错过。我来上一口，套心凉，然后一定要吃到它的汤圆。好 Q 哦，不会过硬，然后也不会这样糊糊的，一吃就知道这手工汤圆真的是一绝。去酥妈妈，我真的必推这个，你一定要吃这个，超级赞，大推！以上就是我今天所拍的影片，虽然企划有一点点走针，顺带一提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Uber E 啊，在这个月有活动哦，只要你点满90元的话，它就可以免运费哦。唉，有点可惜是，我本来就是为了这个免运费来做这个企划的，结果派不上用场哎。最后最后，网友们如果真的知道到底要怎么解决我今天所说的，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一定要订阅、分享、加按赞，我们下次见，拜拜。